啊？嘿，大家好，我是信豪。嘿，大家好，我是陈浩。那装备的部分呢，在右上角啊。奥义的话呢，就是那一套了。那魔纹这个在左下角，刚刚啊没看到的，就往前看一下。那么这一次呢，艾尼呢走了一个边线了、啊。那装备的部分，我们走一个全攻击流，对线到的呢是达尔西。好，那达尔西呢走凯撒路其实不多见了、啊，不多见。那就表示呢，我们最好是先出这个魔方血。那对方的辅助是皮皮，比较麻烦的就是皮皮比较容易去控制你的兵线，好、哦、让你暂时吃不到兵。Wow. 好，那我们的新频道呢，记得给他订阅订下去了，麻烦一下好各位了，这拜托拜托，谢谢谢谢。好，那我们下一个这个要打的目标呢，就是不是目标，要做的事我们就待在这里哦，等有人进来就 poke 一下 poke 一下，那小心皮皮这个 CC 攻击。哦，他有这个免伤效果。这边一个一技能碰到达尔西之后，再往前贴，那等他的这个一技能无敌状态结束之后，再过去攻击他。但这一波这样打起来的话，比较可惜就是我们换血换输了，被换的比较多这样。那么尽量的就是清完兵线之后再走。但这时候队友在附近了，本来想说诱惑他一下，那对方其实也不是傻子，知道不能过来。这时候我们的警呢是打野，他跟上来之后，一个一技能过去往前贴，好。搭配我们紧的这边的话，对方的这个跑掉，好，我们这边先进草丛，因为对方的领地知道我的位置、啊，弄他，弄死他，兄弟们，弄死他就对了。好，这边直接拉掉，那领地基本上死去，应该是可以死了。好，那个皮皮，也直接死了。这个紧不错啊，在这边就直接拿了一个蛮多杀的哈，那这一波他算蛮赚，那我们只赚了两颗人头，好，不过没关系。那这一场呢，可以在前面 highlight 看到我们的一些比较细节的操作，那加上对方的灵地呢，居然很开枪的、我也是醉了，我就不小心没烧他一次了，就被他嘴了一下。好，那没关系，我们打好自己的就好。这边的话要把这波兵吃掉，因为吃掉我们才能够上四等。好，这边看到了这个 OK， 那我们吃到一小只兵，因为剩下的两只兵被皮皮吸走了，那我们这边就压进去 OK 的。这边对方皮皮还没上四等 ，OK， 好，我们这边看到达尔西也没上四等，对方哇，怎么会这样？因为我们拆掉他一座塔，然后这样达尔西又一直兵线被皮皮削，然后也吃不到，所以会导致他们经济比较落后。那么艾里呢？玩艾里的时候，这个魔纹记得啊，圣灵那个圣雷给他带下去，因为你一技能很好使唤。那这边遇到了对方的蓝，可惜大招脚的同时，他是处于无敌状态，不过没关系，这边再收一只。那对方飞泪呢？从遥远的凯撒路跟上来。我本来是想说要吃那个红的、啊，那这边对方打是吸到我，完蛋了，基本上不死也半条命，最后还是死了、哦、不过没关系，这是刚那个真的是躲也躲不掉，再精彩的操作被那个吸到也是走不掉，就算了。那至少呢，刚刚对方飞泪来这个支援的时候，我们的下路啊是干事情的，干活领工钱的，你知道吗？他不是这边吃来这边领便当而已、啊，然后还有干事的。好了，那这个上路的话，其实我觉得这个朗博啊是还算不错的，这朗博还算不错。好，那这时候对方达尔西已经不见位置，我们上路清完这一波兵线之后，就可以去拼一个支援，因为艾里是一个机动性很高的角色，所以呢，你要善用艾里的一个这个机动性。那这边中路的话，我们看能不能从后面包起来。但是由于这个对手呢，已经杀掉我们两个人了，那这边这时候呢，大招先搅起来之后。先扣一个撤退，那这朗博过来救了我，很不错。那这朗博应该是不会死，他算是蛮坦。哦不，我觉得他快死了，他还没死。好，那这个朗博呢是成功的，让飞泪呢在塔内被塔杀，然后拿到了这颗人头。那我们这边等待队友的同时，我们先帮忙的清一下兵线。那这边就此地不宜久留了，那尽量呢我们待到兵线结束，队友赶来支援，这样就 OK 了。因为呢对方呢，如果你刚刚想要拆中路啊，却拆不到。那就表示会浪费很多时间，一来不吃野，二来就是其他路兵线没在顾，所以呢这一波呢，其实我们成功守下来还算是 OK 的。那在这个五分钟的时候呢，我们下一件装备准备再把全武器丢出来。
那目前呢来讲呢，战绩还算 OK OK 普普。好，这边抓到对方打了西，那很可惜他缴了一个无敌大招，但不过没关系，我们这边应该是好，他缴了一个大招之后瞬移跑掉了，那我们这边就算了，就是他基本上一定会回家补血。我们打人呢不一定要把人家打死打残嘛，那人情留一线，肉好相见嘛，是不是？我们只要打到对方残血回家补血，这样就 OK 了。那让对方回去补血，其实这中间他就失去掉了很多的兵线。哦，那你可以看哦，现在对方呢已经怎么样，分身乏术，无法守塔了。那么中塔再给他拆一座，这时候看到对方的皮皮，那比方说对方射手应该会在附近或是打野，那我们就在寻找对方。哦，果然在这里抓到一个一技能加上一个大招，然后我们紧在后面补枪，这边往前推进，虽然说他有一个免疫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还有一个斩杀，哦，直接收掉。那么艾里呢带的这个魔物呢是挑战技能，可以减 CD 减15秒吧，啊，减 15%。那大招呢好像也有冷却。对，因为我觉得艾里的大招其实很好用，因为大招一开起来之后你马上就可以加攻速，那这个伤害也会提高，然后速度也提高，所以我觉得蛮好用的，不知就是进攻撤退两相宜啊。艾里比较麻烦就是他的续航力太差劲了，就如果你被打残的话，你要么就是吃野怪回血，那要不然就是等全能武器出来的一点点那个回血 10% 吸血，其实那个吸血量真的蛮少的，他们就只能靠着吃这种小野啊，然后古龙啊这样去回血。那如果你回家的话，就会导致了你的经济啊吃的比较慢。那不回家的话，又会打会战的时候呢，又会就血量不 OK。这边看到对方灵帝大招直接交了起来，一技能再命中到，哦，搭配锦哦，直接再一次收掉。那这灵帝呢，一直被我抓到，可能就是后面打到后面的时候心态有点不太好哦。好，对方飞裂了，我们现在是群殴啊，要尽量躲开飞裂的那个蛇吻哦，这个。飞烈将有点凶猛，我们过去一个一技能看一下能不能帮助队友，但是帮不了。好，这边先拉掉一下。好，那我们这边的话呢，我们等一下大招还有9秒，那对方飞烈要小心一点了。这边的话我看一下，本来想说过去一个大招，但大招 CD 还没好，躲草丛之后再一个大招斩杀，带掉一只皮皮，那这边应该会被飞烈收掉，有点可惜，那飞烈血量差一点点。这是一个一换一啊，还可以啦。虽然说换到的是对方辅助啊，其实比较亏啊，因为我经济比较高，换了一个经济低的。好，我们这边看到什么？下路又有灵帝啦，我就跟你讲，我们就来找灵帝算账。来来来来，这边一个一技能命中的时候，大招再直接瞬间秒掉他。那这个伯顿呢？朗博啊，大招交的是非常漂亮。那由于看到对方飞泪啊，我觉得飞泪不能惹，因为他是对方全队经济最高的人，所以我就不打算跟他们打。那这边一个一技能是晕到对方飞泪，但是。飞烈打这个团战是非常非常吃香的，你可以看我们队友全军覆没，那飞烈的血量又回来，这是蛮恐怖的一件事情了。哦，这太凶，这样真的太凶。我们再一个一技能过去，皮皮血量感觉快嗝屁了。我们这时候大招又好了，我们看谁敢惹我们，我想过来一个杀一个，过来两个杀两个，过来三个我可能就要跑了。好了，下路兵线给他推出去。这时候呢，其实我不怕对方包过来，因为一来对方不可能吃凯撒。哦，因为对方的人不够，然后再加上我们的人快复活，那二来就是我估算错了。等下这有一个飞烈，我们大招先缴起来，马上缴一个一技能拉掉。哦，知道不能打，就直接先拉掉。因为对方的皮皮现在不知道在哪里啊，所以我刚才不打算打，因为没有对方太多的资讯。到这个中后期啊，你其实一小小的失误都会导致全队怎么样直接崩掉，这是很有可能的。而且现在的这个状态是基本上势均力敌啊，哦，人头数也差不多啊，塔数也差不多。哦，所以这是一个很不好打，这个要小心，每一个会战都要处理的很仔细。那对方呢，趁我们不注意的时候就把凯撒吃掉。那这时候我们必须快点的，要么就是怎么样，要么就是在这里蹲一下。对方人很多啊，直接集结中路，我们这里吃掉魔龙，打架比较有胜算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对方的灵帝在哪里，一个一技能丢到之后，我们搭配艾罗再一个大招直接收掉对方的皮皮，来不及吸呀。哦，这边瞬间收到对方两只，那这边先用走路的方式先走掉。哦，对方飞烈血量很多，你可以看到几乎全满。我们这边再跑，等一下，哇，飞烈真的很猛啊！不是我在开玩笑，那个勾真的好准。那这时候我们队友呢躲在旁边啊，那很可惜哦。好了，我们这边这个必须给对方飞烈一个称赞，好猛的飞烈，你看到对手猛，我是必须给称赞。那这个飞烈这样就有点太大意了。我们这一坨人在这里啊，他还想要拆塔，其实很难啊。哦，好。我们这边呢，再把兵线推出去。这时候看到上路有一个灵帝啊，那我们呢去看一下能不能抓的灵帝。但我大招还没好，所以这边的话有看到我们的，完蛋完蛋，艾罗，等一下，艾罗快杀他！哇，可惜啦，我这一技能丢歪了，我这一技能一丢歪，加上没大招，所以就很容易的嗝屁。
这个因为林地到中后期，这个血量开始，这个攻击开始上升了、啊，这个对方一直在问好，那么就必须给他们一个安安。好，那再看一下这个经济状态，那对方林地的开始讲话了啊，开始讲话了哦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不理他，我们就打好自己的就好了啊，等一下再去杀他 ，OK 的。现在人头数18-18，非常非常势均力敌啊，那这一场啊真的是精彩极了，对方的这个飞猎领军呢、啊，你知道吗？他就是 MVP， 基本上就是那个飞猎，我们要小心那飞猎，真的很会玩啊，他很有可能一打多啊。但这一波的话呢，我们先收掉对方的达尔西，但我觉得朗博有点危险，朗博跑掉了，这时候皮皮也嗝屁了，哎，这是一个多打扫的机会，马上跟上飞猎，想剩一点点，我直接过来一个标啊，我直接标死他。这边还有一个林地啊，我林地还哇这哎林地，刚刚我没有机会杀他，你知道吗？好可惜啊，我杀了林地这么多次啊。哇，这不过就一次没杀到他，就被他拿翘了，你知道？好了，那这一场呢，在最后呢，我嗝屁的时候，队友是相当给力啊，相当给力。我先打一个林地很愤世啊，让他没有机会。我跟你讲，要嘴对方啊，你就要在这种已经快赢或者快输的时候嘴完之后就直接消失隐退，你知道？对方完全拿你没辙啊，完全没办法回你，知道吗？直接比赛就结束了。好了，那这一场就是一个艾迪的实战解说。那不要问我说为什么这个，因为这是我之前出国一两个礼拜前出国前先预录的，那一直没有机会上，所以这个这阵都没有在打，所以现在一直都处于这个 A5 A4 这样。好了，那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